请各位起立，现邀请嘉宾进场。Everyone, please rise. We will now invite the guests to enter the room. Please be seated. Welcome to the 21st Ling Nan Dai Hok Hong Man Wai Liu Dong Ah Tong A Zhuo Suk San Hui Gao Si Hui Alpha Gui Han Gai Gao Chuan Man Yin Tui Bin. Welcome to the high table dinner held by Alpha, the 21st Student Hostel Association of Hostel A, Ling Nan University. We are tonight's MCs. My name is Eric, and this is Yumiko. Let us begin by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the High Table Dinner. It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Hall Dinner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High Table Dinner is that well-known guests will be invited to present a speech. Also, the High Table Dinner must follow a rigorous rule of procedure. In addition, all participants have strict clothing requirements. 其實今晚高卓晚宴的主題就是蜕變 transformation， 就是盼望每一位宿生都能夠成為自己理想中的那位。為了令每一位宿生都得到啟發，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三位嘉賓，分別是歌手兼演員的沈振軒先生、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先生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先生。The theme of this year's High Table Dinner is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ys our hopes that every student can become the person they aspire to be. In order to enlighten our participants,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three guests, including artist Sammy Shum from Su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mited, former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Raymond Wong, and former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 Sixus Lui. 接住落嚟會有嘉賓嘅分享，佢哋將會將分享自己人生入邊嘅蜕變。點樣尋求突破？點樣獲得成功？請各位留意啦！請勿隨意離座、製造噪音，或者使用閃光燈，或者使用任何方式騷擾到嘉賓，以免影響嘉賓分享。多謝各位配合。Next, we will invite our gues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n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o talk about their path to success. During the sharing, please be reminded not to leave your seats or make any unnecessary noises. Use of flashlights are also prohibited.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首先，我哋可以請到黃毓民先生分享佢蜕變之路。黃毓民先生係一位資深嘅政治人物、傳媒人物，亦都係時事評論員、前立法會議員，現為普羅政治學院嘅主席，同時管理電台以及日報嘅事務。黃先生原本係一位傳媒工作者，不過佢經歷好多社會不公義嘅事之後，就開始發表咗對政治嘅意見，後來更加從政。而家我哋有請黃先生為我哋分享佢嘅蜕變。各位同學大家好，教授你好。今天呢就我來參加這個高牆文業之前呢，咁我從你嗰度聽個題目叫蜕變，咁但佢有冇話你要分享下你嘅蜕變過程？咁由於仲有其他兩位年輕人，一間都會同大家分享嘅，係嘛？即係佢人生嘅過程裏邊，究竟點樣蜕變嘅？嗱，我咧就大佢哋好多嘅，我今年67歲，係嘛？當然望落去就唔似啦。蜕變其實係一啲生物嗰、那個即係變化嘅過程，係嘛？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所謂蟬破就殼變，
一係咧就破茧就死唔掉。咁呢個喺個生物嘅質變同形態上嘅改變嘅一個過程。咁好多人就用呢兩個字咧嚟比喻人生一個過程，就係、是、成長、蜕變，跟住羽化，跟住咧就物化。OK， 先就係蜕變，係咪成長你就要蜕變啊嘛？係咪？好啦，咁你由嬰兒時代、小孩時代到發育，到想去溝女，係咪？到你大個揾嘢做，係咪？再成家立室，或者你唔結婚都得啦，係咪？咁或者你走去選議員，係咪？咁呢一個過程嘅，成個過程，即係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即係嗰個生物嘅現象，係咪？咁但係人始終同呢個善，即係善破破變，同呢個破茧成蝶咧，係有啲分別嘅，係咪？因為佢仲有個精神嘅層面喺度，係咪？嗱，我呢個係隨口噏嘅啫，噏錯你唔好怪我。OK， 人生就係一個不斷成長蜕變嘅過程。然後羽化成為最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那個羽化咧，就是你變成更好的自己，你有毛有翼啊嘛，係嘛？你破茧而出，你未有毛翼噶嘛，係咪？破茧而出，跟住就有翼飛到噶嘛。所以由破茧而出蜕變到你羽化，跟住到最後就好似我哋呢啲咁，民建棺材香港臘尾飯咁，一步到窮係嘛？人生嘅下半場最後的階段，咁你就會物化嘅啦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生物咧，就你經過咁嘅過程，大家覺得冇嘢啊，係咪？即係基本上就係、到最後生生不息，係嘛？但係人唔同啊，人就係你留低啲咩俾人啊？當你羽化，你有毛有翼，你飛識飛，跟住落嚟到最後你。冇辦法逃避嗰個物化嘅過程，咁但係你物化啫，但係你個精神會留咗喺度，所以大家講蜕變，我就諗起呢樣嘢啦。咁啊，呢個第一個部分要講。咁第二個部分，我嚟之前我諗下，我今日同大家講咩咧？因為食飯其實又有幾個人講嘢咧，好悶嘅，講講你合眼瞓嚟偷笑，係咪？仲有每個人講嘢聲調都唔一樣，如果個個好似我咁咧就 OK， 係咪？至少睡覺的人相對會比較少啲，但如果你講嘢個聲音，嗰、那個語調係好平和，係嘛？又冇咩抑揚頓挫，又唔識講下笑話，咁就好傑啦。咁啊，大家就喺度即係食呢餐飯係好陰功嘅，講下講，唔怪得好多係咪好多同學唔嚟參加嘅咧？會唔會？其實係啲宿生一定要嚟嘅，啊教授，哦忙住做功課，唔係呢啲聲音啊，使乜俾錢嘅咧？你哋？就要啊！真係陰功，不過都唔緊要，大家又打扮得咁靚，係嘛？好荒謬啦！我因為我參加過好多海跳練啊，所以小弟今日都著翻套西裝，好少見嘅。OK， 即係我都好，即係我唔可以用瀨啡嚟形容，我係好型嘅，我唔中意即係粗搏，唔係著到即係好荒謬打條呔啊咁樣。你見我喺立法會冇見我打呔，係嘛？如果大家睇立法會啲片段，有冇見我喺立法會打過呔？個個都係打呔嘅，全部衣冠禽獸嚟嘅，係咪？個個好斯文嘅，係咪？其實係禽獸一樣。其實立法會，我覺得真係嘅，入去立法會就好容易就變位，真係好陰功。即係如果你講蜕變咧，立法會一個即係又係一個蜕變嘅場所嚟嘅。入咗立法會咧，講嘢都講錯嘅，成日有啲。最近我先聽到一個恨鋼不成鐵，嗰、那個叫做郭佩凡。你都不搞錯啦，咪鐵先變鋼噶嘛，大佬個恨鋼不成鐵，因為佢係絲成棕樹根，棕樹根人就明目張膽，佢係明張黃膽，係嘛？子虛烏有嘅子烏虛有。我上有一次咧，佢嚟我嘅節目咧，我就解俾佢聽，我話子虛同烏有係兩個人。如果你有讀過呢個古仔咧，你啲人唔好噏錯子烏虛有，子虛就子虛，烏有就烏有，係兩個人物嚟。Okay. 即係證明你啲係讀書少咁又做立法會議員，係咪？仲有一個仲勁，公民黨嗰、那個，所以我成日喺立法會睇到好多蜕變嘅，你知唔知啊？橫掂都係講蜕變，用呢個刺激咧，即係你冇咁悶啊嘛，咪又喺度講人生道理，使鬼你講咩？係咪？最緊要我有錢，係咪？即係揾到食，咁我人生就梗係好美滿啦，係咪？有一個公民黨個飛機師，我記得有一次我就嚇咗跳。馬首是膽，咁都噏得出嘅。
係嘛？馬首是膽，你唔知啊？馬首是尖啊，尖即係官尖個尖啊，膽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膽啊嘛。馬首是膽，我大佬冇讀書呢啲人啫，然後佢又做立法會議員咧，你問唔問咧？咁你又會諗到見微知著，咁佢點樣睇啲文件咧？係咪？佢點樣去即係、就是、辯論咧？請問，但係呢啲人又坐喺度做立法會議員，有一個重擊叫楊岳橋，官仔骨骨，日日都著到好似你哋今日咁靚嘅。跟住最近接受明報訪問就話，即係著衫咧就係、是、要令到自己快樂嘅，所以日日出街咧就要裝嗰個身。你明唔明啊？三件套九粒紐，插埋袋巾。配埋對鞋，我唔著襪添，襯到絕咁啊！翻去立法會，即係我覺得立法會，你啲人尊重立法會啊！我著一套西裝，咁好正常啊，係咪？咁咪長波嗰啲就永遠都著 T 恤啦，係咪？嗰個係一個即係 wear a T-shirt is wear a statement，OK？、Okay? 就是因為咁所以著 T 恤啫，係咪？咁但係你呢班？穿套西裝普普通通咪得咯，做咩又要襯到絕啫？係咪？咁然後佢反對派嚟喎，最近啲反對派你一個個又俾人 DQ 啊，係咪？又俾人喺度話唔準叫一黨專叫出一黨專政啊，否則立法會議員你都冇得選啊，係咪？跟住嗰個話鼓吹港獨啊，嚇到即刻個個喺度劃清界線，我反對港獨嘅，係嘛？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係嘛？咁好啦，呢啲係蜕變嚟喎，係咪？你見到呢啲人，人應該唔係咁嘅樣喎，大佬，正常嚟講，係咪？林爛無狗面，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做：喂，遇到困難嘅時候，或者受到打壓嘅時候，一定唔可以跪噶嘛，啱唔啱？你唔係，而家嚇到腳軟，係咪？上個禮拜六在呢一個立法會的示威區裏邊，啊，泛民主派集會就即係撐呢個戴耀廷，有千幾二千人斬監。咁啊，戴耀廷就因為喺台灣出席一個論壇，講咗一段説話，嗰段説話其實即係阿媽係女人，同埋發緊夢或者預言嚟嘅啫。呢啲係咪？嗰段説話就係香港而家係一個反專制運動，中國亦都喺度反專制。如果中國的反專制運動成功的話，就中國就會有民主，中國有民主的話，香港就可以有民主普選，香港有民主普選，就香港人就可以自決，是吧？到了那個時候，香港就可以跟中國其他地區研究的，研究一下究竟我們是成立聯邦呢，還是邦聯呢，又或各自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呢？這個呢是一個政治想像來的，是吧？這個在教科書裏面我們都會見到的，是吧？即是一個國家成立的過程，是吧？或者一個國家同即是原本在這個國家裏面分裂出來的，又變成第二個國家，喂，這個在歷史上非常之多啦，是吧？講來講不是好像類似戴耀廷這種這樣的想像而已，想像都不得，跟著就被人文革式批鬥。面對這些文革式批鬥，第一件事怎樣回應呢？我反對港獨，就話你屈我啦，我都冇贊成港獨。跟住啲民主派支持戴耀廷，發咗個聲明支持戴耀廷，另外就發個聲明，我哋反對港獨。嗱，我本嚟就期待喺嗰日咧，即係上個禮拜六夜晚黑嗰個集會，應該其次先明講一樣嘢，就係、是、主題一定係言論自由，捍衞言論自由。OK。這個很正常嘛，是吧？我表達過政見，你現在文革式批鬥我，政府出聲明譴責我，共產黨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是吧？中聯辦、港澳辦全部出聲明，就動你戴耀廷，那我們當然同情弱者，支持戴耀廷，對不對？支持戴耀廷就支持他的人嘛，支持他說話的自由嘛，因為他說話的自由被人剝奪，將來就輪到我們說話的自由被人剝奪了嘛。我不贊成港獨，但我要誓先捍衛戴耀廷鼓吹港獨的自由，是不是應該這樣？那那天的集會是不是應該開宗明義就是講言論自由啊？而且必須要有一個議員或者參加集會的民主派走出來說，今天即使我們反對港獨，不贊成港獨，但是我們必然是誓死捍衛香港人有鼓吹港獨的自由，是不是應該這樣？
結果嗰個晚會講咩啊？個集會知唔知啊？2019年區議會選舉，我搞個風雲計劃，大家全部投票投俾呢一個泛民主派，跟住我哋攞425席，咁香港啊變天，中國有民主啊即刻。喂，你完全離曬題啊，大佬，係咪？呢啲唔係叫蜕變，呢個係個集會嘅突變，咪無端端整個咁嘅議題落去，就區議會選舉。咁其實就話俾大家聽咧，原來呢班泛民主派咧，無論佢做人又好，佢生活又好，佢只有一個目的嘅，就係要做議員。啊！咁於是佢哋一定唔會，即係好似阿巴治奧咁樣，佢唔會有巴治奧嘅下場，因為佢一定係避免俾人 DQ。OK， 係嘛？咁所以喺個蜕變嘅過程裏邊咧，唔一定都係好事嚟嘅，係嘛？嗰只蟬破殼而出，係嘛？咁可能個殼破唔到嘅，破啲唔破啲嘅，趌下個頭出嚟，趌唔出，趌唔出，趌下連個頭都冇埋。OK， 破茧成蝶都係，你破唔到個茧，咁你點成蝶啫？跟住就瓜咗啦，都未出世已經。咁因為仲有其他嘉賓即係會分享啦，咁我就再講少少嘅，咁就完噶啦 ，OK 嚇。嗱，在座嘅同學咧都係好年青，係嘛？前途無量，係嘛？我哋嘅希望就寄託喺各位身上，係。因為一定係咁噶嘛，世代交替，我哋呢啲叫 O.C. food 係嘛，就唔好阻住個地球轉係嘛。又話雖如此 ，O.C. food 亦都有好多種，知唔知？有啲 O.C. food 咧個腦筋咧就比你哋仲要靈活，嗰啲 O.C. food 啊，佢就未必會俾個社會淘汰。但係有啲 O.C. food 咧。那個腦筋咧就已經係退化咗，同個時代脱節嘅，呢啲根本就應該要盡快即係失蹤，就唔好阻住個地球轉。有兩類嘅，其實都有啲係仲係好聰明嘅。譬如我舉個例，有個作家叫李儀，83歲今年，你睇佢寫嘅文章係咪？佢係比任何一位喺立法會呢啲衰。泛民主派的議員更加要進步的思想，他是走在時代的尖端，但是他今年83歲。說回我們的年輕人，我自己覺得我有幾句說話送給大家，看看你是屬於哪一種人。明代有一位我說他是哲者來的，叫呂新吾，他寫了一本書叫《新任喻》，我很喜歡看的這本書，我自己有一本善裝書。新任語裡面是教你一些人生的道理，分了很多卷的，你其實上網都可以 search 得到的，維基百科一定有的，維基百科。我幾乎是整本書由頭到尾看過超過即是起碼20-30次，很淺白的文言文，很多人生的道理在裡面，都是一些前人的生活經驗的累積，然後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這個新任語的性命篇卷，即是那應該是卷一裡面其中一段講人才，人的品質，他有三種。第一種是什麼呢？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第二等資質就是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第三等資質是聰明才辯。我稍微解一下先啦，唔係你聽話舊雲啦，又冇字幕，係咪？深沉厚重，即係話代表你個人比較內斂，
但係你係好穩重嘅，個人係好小心嘅 ，OK， 樣樣都想得好清楚，係好穩陣嘅人。但係穩陣得嚟唔係代表你冇原則，所以我喺去年寫咗一篇文章，好長嘅7000多字，個題目咧就係、是。為人辯冤白案第一天嚟，亦都係出自新入面。咁我就將呢篇文咧，即係一封公開信，就送俾而家我哋嘅年青人，特別係嗰啲即係政治受難嘅年青人。咁我又提出一個沉潛內斂嘅講法，就話喺而家呢個時候，我哋同呢一個政府硬碰硬係碰唔到，佢一個一個咁拉你坐監。今日先有一位年青朋友判2年10個月無動罪，你睇翻個案情，個法官話佢，個法官話我判得輕啲，就因為第一佢認罪，第二就係佢有呢、這個即係、就是、不專專注力集中同埋過度活躍症，好多小朋友都有呢啲嘅，同埋佢掟個樽就掟向呢個警方嘅防線，掟個樽係掟向警方嘅防線，又冇傷到人，所以就判佢2年10個月。但這些行為呢，在過去如果你警方檢控他，就是非法集結，只是非法集結的罪。但是這個政府將所有在2016年年初一至年初二在旺角這一班年青朋友和警察衝突的，全部將他定性為暴動，接著用暴動罪來起訴他。暴動罪的門檻和這個非法集結幾乎是一樣的，很低的。非法集結都講有暴力傾向的，一樣有，是吧？我被人告過非法集結，罰了4800元。在裁判處，我罪名成立，是判我坐監，然後緩刑，都是判坐監。我上訴在高等法院，就打甩了個刑期，就罰4800元。比較嚴重的就是坐監，譬如說 有人受傷有衝突坐監，或者你可以告他破壞社會秩序，或者告他襲擊都可以，但是你一起訴他是暴動的話，那個門檻很低，法庭就只能夠根據控方提出的證據，如果這個證據沒有合理疑點底下，他就定你有罪，一定你有罪，那個量刑就要跟回暴動罪的量刑，拿埋了3、4、6，好冤枉嘅啫，大佬，有啲就咁去一去現場，係嘛？柴娃娃係起哄，咁就兩碌噶啦。你喺現場啊嘛？喂，呢啲叫暴動罪。大家有冇睇1987熱拳公民啊？有冇睇過呢部戲啊？呢個係講南韓1987年嘅時候，全斗焕做總統嘅時候，佢唔肯政改。嗰、那個政改就係要將總統改成直選，就係全斗焕就軍法統治。係嘛？唔肯修改呢、這、一個即係選舉嘅辦法，學生示威死咗2個學生啫，死咗2個學生，一個係被逼供酷刑逼供致死，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示威嘅時候被催淚彈打死。結果全斗焕政府下台，南韓開始有直選總統。我哋呢班年青人為咩？個個一個暴動罪，譬如你梁天琦，而家喺高等法院最少5年監，一個咁優秀嘅學生、優秀嘅青年，係咪？5年至7年，呢、這個又係蜕變。自己安慰自己就係我受難，我喺監獄入邊，我進修係咪？我自我反省，跟住我有蜕變，係咪？出到嚟你乜都冇，除非你有參加政治。做一個政治抗爭者，否則嘅話你有咩前途啫？所以我寫嗰篇文7000多字，就係送俾呢啲年青人。我提到一個觀念：沉潛內斂。呢、這個沉潛內斂呢個四個字，就係由深入於呢個深沉厚重呢四個字。呢個係第一等資質。你要有何等嘅忍耐力，係咪？
自己遭受苦難，係咪？你有何等嘅忍耐，同埋你唔會懷憂喪志，呢個係第一等資質。第二等資質叫磊落豪雄，光明磊落，係咪？英雄豪傑，喂，好難嘅，係咪？香港我就揾唔到啦，老實講出嚟，係咪？如果你講政治人物，我真係揾唔到。反而喺年青人嘅身上，我哋多多少少睇到呢啲影子。呢個都係第二等資質。第三等資質咧就多啦，係嘛？其實都唔多嘅，叫做聰明才辯。嗰啲風芒外露嘅人，黑幕有個樣就係醒目仔。譬如我哋喺學校裏邊啲學生領袖，辯才無礙，係嘛？講嘢铿锵有力，呢啲叫聪明才辩，只不过系第三等资质。有啲同学可能话：，哇，我连聪明才辩都有排都未到喎，系佬点样上去磊落豪雄，跟住去到深沉厚重？嗱，呢个就系人生成个过程啊，睇到啊？我当你起步嘅时候，连第三等资质都唔系，但系你不断去充实你自己。吸收知識係咪？不斷去反思，跟住你就可以邁向第三等資質，聰明才辯，讀多啲書係咪？參加多啲社會嘅活動，訓練自己嘅人，面對公眾嘅機會多啲，學講嘢係咪？睇多啲鬱敏做嘅節目係咪？咁你可能有機會就係聰明才辯。但係聰明才辯唔一定係好人，係咪？幾多律師係聰明才辯咧，都係壞人，係咪？磊落豪雄就好人啦 ，OK？ 一個人光明磊落，係咪？有啲英雄本色，仗義啊，見到不平嘅執命，嗰啲咪磊落豪雄咯。磊落豪雄都有本事咁，大佬係咪？大大聲在那裡講爭取民主如何如何，一見到共產黨喊打你就跪，那磊落隊什麼落豪雄啫？這些人即是等於香港這群泛民主派一個最佳寫照，有些在立法會做了二十多年議員都不肯退的，是吧？第一等資質深沉厚重，這個呢可能到了死那一天你就深沉厚重，但如果在年青的時候你都可以培養到自己成為一個深沉厚重的人，那是不是正到不得了呢？那我覺得今天在這裡的同學、我想個個都是、男的英俊瀟灑，女的也有美貌，青春無敵，全部都那你又向我剛才說的這個聰明才辯、磊落豪雄、深沉厚重，向住呢個目標邁進，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成長蜕變嘅過程。咁你嘅人生就好美滿，你嘅人生美滿，我哋成個社會都好美滿。多謝大家。